十方法界弘法卫星电视台精心筹备全新的节目《封神榜》和《畅所欲言》，邀请大众一起走进十方法界。十方法界弘法卫星电视台以20多年的媒体经验，树立佛教专业媒体新形象，精心筹备全新的节目《封神榜》，细腻唯美的画风搭配上台语的配音，适合全家大小来收看，一起了解台湾宗教信仰的传奇故事。那有关最近来，咱今麦这个社会吼，实在是。也是因为电脑电子科学的社会演变，造成着传统的一挂基本的善道的伦理、礼义廉耻拢有建立。不过，即卖时代人已经慢慢的进入着科学、电子、电脑，相对即个心地吼也走了有较紧。佮加上呢，即卖即个社会，你讲啥物人是得？善甲恶，好佳哉！这段几年来，咱的佛教借着宗教的媒体空中道场，又是咱法界为称吼，都也真正自我84年开台到今仔日，我拢伫这个所在呼吁。广纳十方弘法法师在台内讲经说法，利益众生能够轻松的在家听经闻法。而地清法师主讲的《药师佛本愿讲记》在每周一至周五的上午10点播出，邀请大众一同走进十方法界的空中道场，精进道业。十方新闻郭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。